这盘棋讲解是天水姜维2024年的棋社约战，这是蒋川对战余华，双方第一局初次相见，西安指路对战的是飞象。那这里红方啊多走一招棋，黑方的话因为补了一个象，他就是后手了。红方的话上啊，黑方他就上，红方呢出车要抓炮，黑方先防守再说。红方上马，这个棋是为了出车，黑方他也上马，这儿的话红方先飞象，那么因为红方也飞着象啊，所以速度上也慢下来了，对黑方来讲可以抢占河口啊，将来平炮出车即可，这样双方呢均势局面。那么他走车九进一，这样的话红方补士啊要出车，黑方则是封锁不让，红方就挺兵火冲自己的马，黑方如果还是啊进卒火冲，将来过河车再对啊，结果是一样的。他直接对的话也是一个道理，现在这个棋啊红方是稳持先手。那么接下来黑方他就走了个上马，这招棋啊对子有点着急了，正常的话应该是进三卒把马活通，将来上马就行，但是呢红方仍然先手啊，他这一招棋走完之后结果就是红方跟他换掉啊，他吃完之后本来是该你对兵活马的，你把先手交给了红方走棋，红方他就上马了，这儿明显快了一步棋。黑方的话再上啊，红方这时候就吃掉，这边踩着象啊，黑方不得已不去拿到河口，结果红方出来一对，你对还是不对，你不对的话车点下二线踩象，将来平车啊过来吃双，所以呢黑方有顾忌只能换掉，这样的话人家就换掉他。这个棋红方啊他的优势就在于马都进七啊，吃卒压马，黑方还没脾气啊，他进了个卒，红方呢冲了个兵，双方都是为以后做准备啊，补士之后他也补一个，然后呢到这儿啊他选择落象。这个棋的意思就在于呢他本身是想先炮打马的，把对方赶走就可以上马了，关键是人家这里有一个卧槽啊，你敢上马的话呢跳一将回来再跳一将，卡住象也还过兵啊，所以这个棋老将要受攻，那他不愿意，先落回找机会再把对方赶走。红方这是小兵杀过去了混水摸鱼，黑方叮嘱他你不要动啊，动了我吃你的马，红方啊他平炮过来，到这儿的话黑方意思是我飞象抓你啊，你一走我给你换，如果你要踩象可以我象掉你，你打完之后吃个象，但是我还可以象五进三再把兵吃掉，所以你吃个象人家吃个兵，那红方没便宜啊，临场就平。那么黑方他就把马换掉了，他是用一个弱马换一个强马，所以比较满意，红方的话因为过了个兵他也满意啊，所以双方各有所得，但是整体来看还是红的好啊。黑方进炮就试图呢能把这个兵抢掉，红方则是选择平炮，随时可以底线穿江，还可以退回啊过来打对方的卒，因为一个兵不够赢呀，他要保证两个兵啊，这里正常应该是抢兵，但是如果马抢兵人家不换上去，他担心扑个空啊，这个中卒一丢将来这个中兵保住厉害，所以他没敢踩。那炮打的话他又不敢，担心这个炮八推二呀打着马要丢子，如果飞象的话打过来先叫闷弓啊破你个象啊，那残局很难下，所以他只能先摁住再说。红方则是走了一个推炮回来锁住他，对方赶紧去对啊，红方的这儿可以卡住对方不着急，将来他马没有好点位啊，平炮抢卒即可，这路棋红方占优啊。那么他直接上的话也是优势，但是这个棋给了黑方回马防守机会，那这儿的话这个棋红方还是要去抢卒啊，他选择招法是下兵然后呢冲，到这儿看着这个马上去挺厉害，但是这个棋他不好赢啊，到这儿以后上啊，然后现在冲过来对这个棋，你吃还是不吃啊，吃完之后呢他这里有一个什么棋呢踩掉啊，将军的话过来，这儿金炮虽然是杀，那这里的话黑方两个思路啊，如果退炮的话这棋要输，因为他这里堵住你啊，将来有一个回马踩炮，你这里如果看他平民将把马抽了，所以到这儿的话正招应该是上马啊，那么将军可以回马，这样就不好赢，因为你过来想吃他的刚好踩你，就算你盯住他也没有用处，这儿的话他可以选择一个放中炮啊，你想飞象飞不起来，就算让你飞起来那也没用，他退回刚好可以看住你，如果打掉马虽然说多吃一个，这马双兵对炮啊，射象权大概率是个和棋。
那你不打的话，你回马既然他又进去了，你这边呢还是吃不到对方的这个兵啊，强行吃的话就算过去。那么将来形成这个局面之后呀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呀，这个棋啊，那你还是不好赢啊，他随时可以呢退回去防守。比方说你一将啊，看着好像这个棋啊退回有机会杀对方了，其实呢他可以退炮回去，有惊无险啊。只是的话他指的是你又不能打。打完之后一只士呀，这边要狮子的。那你这里啊，如果不吃啊，比方说你现在进来，那这儿的话，它可以补士啊，把你赶走就行。如果你再落士将的话，填个马进来，最终你还要离开，它进去就行了。所以最终它只要马炮跟你交换一个子呀，这个棋几乎是赢不到的啊。这就是制度变化啊。所以红方它的思路呀，应该来说是要赶快要先抢兵。结果呢，让人家走到这步棋了。你对掉之后呢，他就不好赢。临场的决定呀，直接啊想杀对方，却忽略了人家平卒的手段。那这样的话啊，现在红方也是占优啊，他飞象一顶，这儿的话人家就落象，再走一个底线将军啊，这儿就飞象，然后飞个象之后呢，他这个马就退回了，红方没骑，他又退回来，到这儿的话寻找战机啊，挡住他。红方炮分边啊，想去吃卒，这步棋呢其实是不好赢的。那么这儿还有一个巧手，但是临场很难想到，就是我先平过来，准备的点进去杀对方，对方肯定是要挡的，然后我再平一步啊，这个棋的话看你怎么走吧。那么这个棋你不动的话，我就平兵一将啊，你要是知士我就破士，你要是卒走开呀、啊，我再一点炮就杀对方啊，这个厉害。所以话在这个局面下呀。对方他是没棋的，啊，包括你就是往这边平啊，想要去抽人家马，人家回马一将啊，你敢填进来马没了，你不填进来的话，那这个棋啊，将来你这个子在险地啊，还吃掉你，所以这步棋可以突破啊，对方他只能往下走啊，不让你这么下，然后他可以晃对方一下，怎么晃呢？就是这个炮啊，可以平开，对方啊如果一吃打掉，他直接跑八进三，再跑八平六呀，这棋叫突破啊。那你不让他突破的话，你就只有挡。他通过刚才这样一个顿挫把你卒晃下来，这兵再一进呀、啊，将来这个棋啊就有机会取胜了。所以这个难度它比较大啊。临场的话走的是炮分边啊，想去吃对方的这个卒。到这儿的话也是常规思路，吃完之后以为是马炮双兵要赢棋了，黑方呢这棋把象给拆了。那这个棋啊，红方冲兵啊，黑方他也就吃。现在虽然是啊多两个兵。但这个棋能不能赢呢？咱们看一下吧。红方这儿准备杀他，黑方先穿他一将啊，然后给他锁住。你不能走到炮九平六，你就杀不到他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啊，你如果想赢，就得下底炮腾出路来过这个兵才行，不然的话你杀不到他。但是，一旦你下底炮啊，你还顾不上过兵，人家一放重炮，这边跳将杀你，你怎么办？所以红方这边是空门呀，也有顾忌，所以这个炮他是肯定不敢下去的。所以的话，他这个棋走了一个回马，先踩，他是骗你，你只要过去的话，我炮过来一将，抢先杀你。黑方到这儿呀，不敢冒这个风险啊，他决定就平一步。这儿红方这个棋，反正你炮不能离开，否则放重炮。那么这儿的话，他决定呀，就回来跟他对一下。那黑方就接受了。对完之后呢，现在红方是占优，但是这个棋黑方有一个马，是象权啊，你赢不到。余幼华化身诸葛亮，坦言："我自出山以来，还未见过如此强手，此乃何人？"赵云禀报："此乃天水江伯约也。难怪如此呀！虽然伯约神勇，但是话遇到诸葛亮呀，想赢他也很难。"双方战成了平手，看下一局。